下一个词条 incorporate。in 表示往里 ，corporate 的话表示公司，所以进入到公司内部，包含、包括在内，使并入。右上角的图片正好给出了一个音乐之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六种方式把音乐纳入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对吧 ？Six ways to incorporate music into your life。所以毫无疑问，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右边 corporate 不认识。公司的、法人的、全体共同的，一个公司必然有法人，属于的话我们讲大家共同共有的工作对象，对吧？所以写成名词形式 corporation， 大型公司、企业集团，跟 company 最大的区别，有着独立法人代表的正规大公司就被叫做 corporation 了。当然，法语当中的公司还有一个词叫做 enterprise， 咱们一般的话把它翻成企业。对吧？翻成企业，表示公司的态度 ，business。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是不是表示商业？做可数名词也可以叫做公司，对吧？固定的搭配 ，incorporate A into B， 把 A 纳入到 B 中。来看一下真题例句 ：Interactive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s successful when incorporated into situation comedies。互动的电视广告特别的成功。当被融入并入到情景喜剧当中的时候，我们平常所说的软广嘛，现在最早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广告方式是不是也越来越多的被国内的媒体所借鉴？看电视剧的时候不硬插广告，但是的话，哎，作为品牌的赞助商，是不是的话，你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主人公拿着我这个希望你宣传的产品，这是不是因为流量效应、明星效应就能够刹那间获得广告的预期的结果吗？互动的电视广告特别的成功，当被融入到情景喜剧当中的时候，关键词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所以一般缩写成为叫做 sitcoms。 以后看见这个单词也要认识哈，反应的过来实际上是来自于两个单词的叠加， situation comedy 就等同于 sitcom。生物学难词，下一个 metabolism，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metabolism， 新陈代谢。 meta 表示改变 ，bol 表示扔，词源等同于 hyperbole， 把一个东西的描述扔到天上去了，所以中文叫做夸张嘛 ，hyper 超级超过。扔得特别高的夸张，以前背过的夸张四级范围是不是叫做 exaggerate？ EX 表示往外， AG 表示一再加强，对吧？一再走到很远的外边，走过线了嘛，夸张夸大，所以六级当中的夸张 hyperbole。 ballet台上一个个扔出去的小球 ball， 对吧？ ballistic， 弹道的。所以字面含义 metabolism， 改变扔的方向使发生变化，所以在生物学当中对应的词汇叫做 anabolism， 合成代谢。什么叫新陈呢？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及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自我更新的过程，就被称作新陈代谢了。包括两个方面，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嘛。合成代谢被称作同化，分解代谢被称作异化。一个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一个是不是就是最终将会排除到体外，对吧？ metabolism。 So they have instead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ir metabolism， 他们改变新陈代谢的能力，相反的得到了进化，开发培养出来这种能力，改变其新陈代谢。句子看懂了吧？好，下一个词条 predator， 捕食者。这好多游戏当中都出现了这么一个角色设定吧，应该叫做，对吧？捕食性动物，猎食者，来自于拉丁语哈 ，preda， 猎物，劫掠，实际上就是跟 prehend 这个词根保持一样，
对吧？所以跟这个词根相关的咱们现代的英语 comprehend， 一起把文章的主要内容全部拿下来，所以中文叫做理解，它的名词不就叫做 comprehension 吗？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最直接相关的一个词就是 prey， predator 抓住抢劫的对象就被称作他们的 prey 了，所以把这两个单词对在一起来背，对吧？我抓你，我抢你，那我就是 predator， 你就是 prey。 注意一下看哈，跟祈祷那个单词要区分开来， P-R-A-Y 叫祈祷， P-R-E-Y 叫猎物，对吧？ They can flee quick enough from predators， 他们可以迅速的逃离这么一些捕食者。新词出现 flee， 挺好记的， F-L 表示飞，乐移离，飞离逃离嘛。形容词 predatory， 食肉的，掠夺性的嘛。下一个词条 profile， profile 人物简介、概述以及侧面。正好右边粘的这个图是在脸书上面节选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的一个 profile， 英语就是这么来写的。当你看到了这一个小小的 profile 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概括了解了这个人物的生平轨迹，从侧面了解到他的一些重要事情，对不？通过一幅图片刹那间就明白。 A job employee profile， 工作雇员的简介嘛，对于这一个工作的简介，对于这一个员工的简介。 High profile， 把这个简介放置在很高的位置，引人注目，高关注度。因为你会在所有的自媒体当中会发现呢，同等情况下排在前面的是不是都是那些粉丝数量较多的，对吧？订户数量较多的，高关注度嘛，所以这些东西放前面，甚至还可以变成微博的推荐，对吧？ Keep a low profile， 正好跟上面相反，保持在一个很低的引人注目关注度的层级，所以低调。我们中文经常想说这两个字低调，但你不能字面翻成 low key， 对吧？ Keep a low profile。 Raise somebody's profile， 提升某人的形象，在这个语境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 image 了？看例句， Google is trying to judge our needs and wants based on our social media profiles。 现在的大数据时代，你在网上的很多踪迹是不是都会被自动记录，所以通过你自己的用户习惯来给你推荐一些相对应的广告产品，就叫精准的基于大数据的客户投送嘛。所以谷歌尝试判断我们的需求，需 needs， 求 wants， 以后这个表达记熟了作文里面可以用哈。基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这么一些人物简介，就转译成为试图根据我们的社交媒体资料来判断我们的需求。 OK， Celebrity 刚刚才学过，名人代言是不是就用到了它， which means famous person， 这一堆名言，对吧？有中有外，有古有今，名人名声跟 celebrate 一个词源哈，是不是只有名人才值得被 celebrate？Of great celebrity， 有着极大的名声，大名鼎鼎。真题当中考这个单词，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online celebrity of sorts， 两个词组，第一个网红，我的梦想是变成一个在线的名人，是不是就是网红了呀？ Of sorts， 口语表达，勉强称得上的，勉强算的。咋来的嘞？硕的本身是表示种类，各种种类当中我只要占据一种就行，那就表明勉强称得上，只要挨边就行的。听力题哈，所以遣词上面极具口语特色。其他的表示名声的 fame， 最熟，形容词叫做 famous， reputation， 名誉名望， prestige， 注意一下音标哈，prestige， pre 表示前面， st 表示站立，
站在前面的人德高望重，拥有着威望、声望和威信。最后一个 stature， 名声名望，来自于 statue， 你们熟悉的雕像嘛，能够为你立雕像，显然名声在外，名望很高，对吧？联合中心门口是不是有着乔丹的雕像？斯坦普斯球场门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传奇巨星的一些雕像，对吧？ stature， 名声名望哈。Chronic， 记得这一个不？咱们讲急性病 acute disease 的时候，正好讲过慢性病 chronic， 慢性长期的，引申成为很糟糕的、不好的，对吧？词源是来自于时间之神 Chronos。部分学者认为啊，这个时间神 Chronos 其实就是泰坦主神 Chronos 的另一面。这个大家就熟悉了，克兰洛斯嘛，第二代神王，对吧？所以说这神谱的故事的话，以后有机会可以以公开课的形式到跟你们说，对吧？赫西俄德先生写了一本书就叫做神谱，追溯了希腊罗马时期一些主神创造出来的轨迹，对吧？在英语当中的话，大量大量的单词都是来自于这么一些比较偏神话和宗教的一些背景。大地女神盖亚无性繁殖生出来一个孩子叫做乌兰诺斯，然后和自己的孩子结合，对吧？生出儿，我们讲12个提坦神。 OK， 提坦神的首领就是我们讲的是克兰洛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看清楚了吧，对吧？所以整个的话，我们讲希腊神话某种角度上是不是就是一种宫廷的乱伦史了？他的妈妈当然也是他的奶奶，大地女神盖亚递给他一把大镰刀，趁自己父亲乌兰洛斯不在意的时候一刀切下去阉了，洒出来的血幻化出来第二只神族，叫做加伊干神族。所以爸爸率着加伊干神，自己带着泰坦神，在天空当中进行了第一次神族之间的内战 PVP， 拼到最后拼的是不是就是威操和资源？连富力强的泰坦神就推翻了上一代神王的统治。为防止悲剧的再次重演，所以没敢和自己的妈结合，因为妈也就是自己的奶奶，这辈分太乱了。他娶的是自己的姐姐，叫做瑞亚。每出生下来一个孩子，就把孩子吞到肚子当中。姐姐和老婆瑞亚最喜欢最小的宙斯，趁自己这丈夫和弟弟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宙斯丢到了人间一个小岛，特别著名，叫做克里特岛，圣斗士当中圣域所在的位置嘛。天上一日人间十年，宙斯长大重返天庭，对吧？在自己父亲的食物当中下了催吐剂，所以把自己被父亲吞噬的兄弟姊妹全部救了出来，率众反抗没打赢，想了一个方法，跑去找到自己的奶奶，也是曾奶奶大地女神盖亚，要过来自己爸爸砍自己爷爷的那把镰刀。他的曾奶奶给了他第二件宝物，一根稻穗，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稻穗，让人想起来革命这个关键词了。借助这两件神物的帮助，终于推翻了自己的父辈的统治，所以奥林匹斯众神就正式取代了泰坦神，就变成了主神了。花了一两分钟听了个故事之后，乌兰洛斯，你查一下单词，天王星，天王星，泰坦是巨人神，所以 Titanic 巨大的， Gigant 也是神族， Gigantian 中文也叫做巨大的。克兰洛斯对应着罗马神话的名字叫做塞图恩，农神嘛，所以太阳系命名成为土星。宙斯对应着罗马神话的名字叫做朱比特，中文翻译成为木星。你现在知道的话，刚刚跟你扯个蛋讲个故事的意义之所在，全部都是咱们的英语词汇的词源吗？大地女神盖亚掌管人世间所有的土地，所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时期就把基字母命名成为土地，基表土地，阿表植物，植物的颜色叫做 green，
这个单词做名词本身就表示植被和植物。基表土地，阿表植物，植物生长叫做 grow。 给你一片土，每年下点雨，收成会很好， green。 操场的本质就是一块圆形的土地， ground。 基表示土地，后四的表示人，人造土东，幻化为鬼。基表示土地， ology 表示学科，一种学科研究土地，地质学。基表示土地， meter 表示丈量，一种学科丈量土地，几何学。基表示土地， graph 表示描绘，所以一种学科描绘土地，中文称作地理学。你现在会知道的话，为什么在你们后期学的词根当中既有表示土地和地球了吧？最早都是来自于这一个模式了，对吧？讲多了哈，我们回来。希腊神话当中的克兰洛斯就吞了自己的儿子宙斯嘛等亲生子女，其实就象征着过去对于未来的吞噬和抑制。好久之前是不是就引申出来了过去对于未来的吞噬和抑制？老的一代永远是部分的话是抑制年轻一代的露头的嘛。久经老态的感叹，一些老年人总是说一代不如一代，怎么可能，对吧？年轻人的话不论是在知识层级以及的话与时俱进的能力上面，概率上面是不是还是要比上一代人要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Chronic unemployment 长期失业， Chronic heart disease 慢性的心脏病，怎么翻贴切？长期抽烟的人，老烟枪。 Chronic alcohol 酒鬼。 Chronic gamble 呢，嗜赌成性的人，赌徒，对吧？这就是我们讲中文里面的贴切了。 Chronic inflammation is of course associated withmajor illnesses like heart disease and various cancers。 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当然与这些主要的疾病有关，心脏病，各种癌症。所以题干当中两个关键表达 inflammation 炎症，来自于的话 inflame 嘛， IN 表示里面， flame 叫做火。什么叫炎症？中医是不是谓之为内火？一下就记熟了吧，里面有火，内火。 be associated with 与什么什么相关，是不是相当于 be linked to？ Chron 做词根涉及的单词都挺难的哈，正好顺便的串一串。第一个 chronicle， 记录时间的东西，编年史，年代记，年鉴嘛，那种东西了。Chronology， 一种学科研究时代，年表时序，年代顺序。性表示相同， chron 表示时间， side 表示使动，使时间相同，校准，使同步。形容词 synchronous， 同时的，同步的，同时的，同步的。用苹果设备的同学不知道熟不熟悉这两个，用 iTunes 软件在电脑端的话操作你自己的苹果设备，以前的话缺省功能，是不是只要把设备插在电脑上就会自动同步？最早一开始的含义是指时间的同步，后来就是指数据和信息的同步了。电脑端的导到我们讲的是手机 pad 里面，手机 pad 里面的自动同步到的话电脑端，对吧？就是同步功能。下一个词汇 epidemic 只考名词，流行，盛行。在旁边打一个负号哈，一般就是指不好东西的流行盛行嘛，比如说疾病的流行，坏事的盛行。构词的角度出发， epi 表示当中， demo 叫做人民，在人们当中的盛行流行嘛。 To cause stress an epidemicIsn't exaggeration， 将压力比作一种流行病并不夸张，把压力称作一种流行病一点都不夸张。刚刚才讲，对吧？我们只要走到很远的外边，
夸张夸大吗？当代社会的话，压力巨大，每个人身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们是学生，压力山大；我们是工作的人，压力同样山大。这是现代社会的标配了，对吧？哪有像以前一样压力不大又好赚钱的这么一种事？看你怎么想了。碳元素在常压之下是不是只是用来做铅笔的材料？高压之下方有可能变成璀璨的钻石，对吧？所以应对压力的能力，这种逆商在现代社会当中经常被提及嘛。所以把压力比作一种流行病并不夸张了。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知道是什么吗？在你身边寻求一种比你过得压力更大的人，这是不是就变成自我缓压的一种方式了，对吧？你在考六级觉得好辛苦，看一看身边考托福、考雅思、考 GRE、考 GMAT 的人，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还好啊？所以比较的层级和比较的对象，很多情况下会影响你自己的认知。多跟学霸们在一起，他们会用自己牛逼的能力带你这个小虾米一起飞，天天在他们后面亦步亦居。学霸学霸，我们去哪里呀？如果为了心中舒服，天天跟一些小学叔小学渣们做朋友，他们一定会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把你拉低到和他们相类似的层级，对吧？好不容易有点冲动自我提升的时候，哎呀，人间不值得，算了，对吧？这不就变成了典型的拖你后腿的人吗？我们来看看刚刚所说的 IP， 在上面，在周围，在中间。所以 demo 表示人民，在人们当中的整个六级包含这个前缀的一二三都在这了。 epigraph 写在上面的字儿，课文碑文；写在书上的字儿，引言。 episode sold 实际上是音变字上的这个词哈，所以最初的含义 episode 指的是当中的一段声音，所以电视广播当中的一集就这么出来，因为当中的一段声音被我们叫做插曲嘛，被我们叫做插曲。一集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一段经历和一段的时期了。喜欢看美剧的同学天天看到这个词 episode 01 episode 02，最早的话是不是也是为了好插播广告所准备的？最早的那一些录制技术是不是由一些日本公司像索尼啊所把握的技术规格？当时推出了录影带就两种模式，单面45分钟，双面就是90分钟，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单面60分钟，双面就是120分钟。所以想了起来，国产电视剧45分钟一集，以前的什么韩剧美剧都是60分钟一集，对吧？一开始的标准电影是不是90分钟？一开始我们所说比较大一点的电影就是120分钟嘛。所以为什么电视电影都录这么长？那是由这种卡带的规格所决定。现在早已经不用这样一种卡带录制，都用数码存储了，所以理论上面只要硬盘空间足够大，你爱拍多久就拍多久。但当时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些规则渐渐的就流传到现在，电视没变，是不是电影的话经常会出现好几个小时的那些片子，哎，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很划得来，对吧？同样的差不多的票价，假如你看比如说复联四可以看到三个多小时甚至于是更久，哎，就突然会觉得哎，这个钱贵也值得了感觉。下一个 portray 描绘描写 portray 这个词根不用去记了哈，其实 tray 的话就是音变字我们刚刚讲的 tract 表示拉的那个词，对吧？把一个人物的形象往前拉出来，就写在了你面前，描绘描写了。常规的搭配 portray somebody as something， 把某人刻画成为塑造成为某种模样。写作文的时候描绘是不是常用这个词？第一表示使动， pick 的表示图画，使之变成图画，描绘吗？ They say that portraying introduced the species as inherently bad is an unscientific approach， 把外来的物种描述成为天生劣质是一种不科学的途径，不科学的方法。 portraying A as B 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搭配了？外来的物种也见过引进的物种吗？ inherit 表示遗传，
基因由遗传得到的是不就是天生的？ unscientific 不科学的 approach 做动词表示接近， AP 表示加强， pro 表示往前，一再往前，越走越近，做名词就引申成为方式方法了。 portrayal 描绘描述描写，名词哈。下一个词条 robust， 这个简单，特别著名的一个国产饮用水的牌子乐百氏 robust， 强壮坚固耐用，知道最早是做什么的吗？儿童饮品，跟那个娃哈哈 AD 钙奶差不多性质的，后来的话本身没有 PK 过，所以就转型，现在就变成了一种纯净水，尤其是那种桶装腿的桶装水的一种牌子了哈，对吧？最早做儿童饮品，喝那我的这一个东西就能变得特别特别的强壮。单词的词源来自于 robust， 硬木头，特指项目，红色的木头嘛，家装当中一些实木家具好多是不是都是用橡木来做的呀？词源呢就是同 ruby 红宝石 red 红色相关，就是形容像橡木一样结实的。橡木是属于木材的硬度比较不错的一种，所以适合用来做家具嘛。像橡木一样的强壮的坚固耐用的。有一些词源书籍当中说这个 robust 实际上是来自于 rob 抢劫，所以抢劫的人不就叫做 robber 强盗吗？像强盗一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反正两种注记法你们爱用哪一种就用哪一种。 OK， robust economic growth 强壮的经济增长，咱们是不是把它转移成为强劲的呀，对吧？ A robust metal cabinet， 坚固结实的金属柜，比如说你家的保险柜，对吧？到时候考完六级，把那种高分的成绩单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结实的金属柜里面，对吧？放在空气当中隔了几十年，万一的话上面的字儿没了呢，是不是哭的眼泪都没了？放在这些金属柜里面，哎，这相对封闭，等到你弥留之际晚来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拿成绩单向你的徒子徒孙们炫耀一下，想当年你的曾爷爷你的爷爷，对吧，学英语的时候是多么的牛逼和厉害，对吧？ A robust piece of equipment， 经久耐用的设备，注意 equipment 呢是不可数名词，所以说 a piece of 的搭配形式不要忘记加哈。整体当中出现了例句， For that we have a robust informal learning system， 我们拥有一个坚固的非正式的学习系统。 That gives no grades， 不给成绩，就对应着不打分嘛。 Takes all commas， 来者不拒，把所有的 comma 都拿过来，并且可获得可利用， even on holidays and weekends，甚至在节假日和周末都能够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四级词汇之一了，来自于动词 avail， 获得利用，可获得的可利用的嘛。那就说明这个非正式的学习系统就特别的健全，不打分，来者接收，没有门槛，对吧？不限时间，工作日节假日周末都能够使用了，所以才说这种 informal learning system 特别的 robust。下一个词，医学词汇 syndrome， 综合征。综合征哈，先看看定义，在种种病理过程中，当出现一个症状时，往往会伴有另外几个症状。这一群症状通常是很定型的，将其统一起来进行观察，则称作综合征。好多非医学的人特别容易把这个单词翻成综合症，症状的那个症，不对哈。综合征，所以很多症状同时出现 ，syn 加 zhong，syn 表示相同嘛。看上去很难，通过咱们熟悉了两种综合征，注记哈。第一，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看首字母，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第二行，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征，严重的急性
呼吸综合征，这是不是今天刚学过的？所以上面叫做 AIDS 艾滋，下面叫做 SARS 非典。经常听到词汇学好了，有没有发现每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都能解读，是不是蛮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很莫名，对吧？看一看真题例句， M 这个人已经被诊断出来患有外国口音综合征 Foreign Accent Syndrome。 这好多的你们不就是特别觉得自己说英语的时候口音比较重吗？对吧？没关系，口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流，对方听得懂你说什么，你听得懂对方说什么，这不就行了吗？干嘛那么过分的较真儿？你的所谓的语音的纯正和地道，你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 呀，对吧？就相当于我们之间交流，你们可能会吐槽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地道，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听得不习惯，但不影响你听懂我说的话，这个交流的目的不就达成了吗？所以学习目标尽量的趋中集中一点点，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够拿在手里，对吧？有多少人是那么一种模仿能力特别扎实的天才呀，对吧？大部分的我们都是凡人，所以只要能够用英语清晰流利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口语学习的最高境界就已经达成了嘛。你们看生活大爆炸里面印度裔的一些当地人是不是说话也有口音，对吧？这英式英语的人还嘲笑美式英语的人有口音呢，那这怎么算呢？对吧？雅思考试考的是国际音嘛，所以顺便多说一嘴，在整个四六级考试当中，两个播音员，一个英式一个美式。所以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讲，口语要专，听力要泛。所以在口语学习的过程当中，英式美式 stick to one way。但是作为一个听音的人，耳朵里面可真的是什么英语都要能够听得懂。日本人说英语，印度人说英语，中国人说英语，美国人、澳洲人、加拿大人，所有这么一些英语不同的口音，你全部要能够摄入信息，对吧？像这一块大部分是靠泛听来培养的。在整个例句当中出现了一个词汇 diagnose 诊断， dia 表示穿过， gno 表示知道，穿过人体知道病情。这个词根的话本身整个六级只有俩词，一个是 diagnose 穿过身体知道诊断，第二个就是不去知道，忽视忽略，就这么得来的 gno 嘛。看完咱们继续总结一下，看刚刚画出来的前缀 seem 等同于 sing， 音变字 same。中述部分的话拿这一组前缀做过例子讲过了，对吧？ path 表示情感，相同的情感，同情，我和你两个人对这个问题具有相同的情感，赞同。 phone 表示声音，声音同时响起，交响。 meter 做词根表示丈量，量的意思哈，量出来两者相等，对称。Onym 表示名字，相同的名字，同义词。所以说反义词怎么写的？ Antonym 相反的名字嘛，就叫做反义词了。 Synthesis 合成，很多东西变得相同，合成哈。 Symptom 刚刚讲过症状。最后围绕相同的主题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专题研讨会、讨论会。 sing 表示相同， pose 表示放嘛，把相同的话题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专题研讨会、讨论会。18年试卷当中出现了这一个难词哈，都是来自于相同的前缀了。好，下一个词 trait 简单，特点、特征和品质。特点、特征、品质，这个单词的词源跟我们刚刚讲这些单词的词源保持一样，把一个人身上的特点特征往外拉出来，就概括成为了他的 trait， 还是表示拉的意思吗？ portrait 人物画像、肖像， protract 往前拉叫做延长， personality traits 个性特征， character traits 性格特点。
genetic traits 遗传特征，第二个表达法遗传特征的 inherited traits， 左边是来自于基因，右边就来自于继承和遗传嘛。 It is a trait of generous character， 这是一种慷慨大方的特征品质嘛。下一个 adverse， 不利的、负面的、有害的，待会讲 verse 做词根表示转动，周遭环境不停转动的，难以让人适应的，不利、负面、有害的。看一下形容词搭配 be adverse to， 不利于什么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相反。Whenever you have an adverse reaction， 不论什么时候你出现了不利的、负面的、有害的反应，医学表达不良反应， You should stop taking the drug right away， 立即停止服用药物。所以 adverse 的名词形式 adversity。 给大家摘抄了一篇考研作文，特别形象，花朵象征着中国的年轻一代，温室的保护象征着中国父母对于子女的宠溺骄纵，风雨象征的什么？踏出社会之后的竞争、打击、挫折以及逆境。所以这篇作文题的标题叫做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受到父母过度关爱的年轻人无法适应社会的逆境打击，对吧？所以给学生写的范文当中就援引了希腊哲人霍拉斯的一句话，特别的短小精干，也送给同学们。Adversity reveals genius, fortune conceals it. Conceal 叫做藏匿、隐藏，逆境当中才能够显现出来一个人的天赋，对吧？时刻伴随着运气和好运，相反能够把一个人的天赋把它给隐藏起来。雕琢一下文字就变成了后半节的中文，苦难显才华，好运引天资，这不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部分应该推行挫折教育吗？对吧？还记得到日本那边去访学的时候印象好深刻，去了那个学校，每天中午呀，我们是11月份去的，男孩子的话集中起来洗冷水澡，边洗边一起高声唱歌，就从小培养耐寒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耐寒本身也就是对于一种逆境的忍受嘛。所以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咱们的这样一些邻邦，包括韩国、日本的年轻人，这好像冬天穿的都挺少的，看电视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棉袄、羽绒服，是不是就是一件毛衣穿上一个大衣，就好像数九寒天，他们那些高纬度地区本身就比较冷，也能够扛得住，对吧？因为在中国呀，我就在想爸妈是不是把大家当成了温室的花朵，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对不对？想起来以前给 GRE 的学生讲斯巴达克斯的故事，自己家的男孩子每天拉出去跑一个马拉松，跑得精疲力尽，不让孩子休息，用绳子把孩子缚在两棵大树之间，皮鞭进行抽刺，抽得皮开肉绽的地方还不放过，噗嗤泼盐水，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忍痛力，就相当于你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泰拳运动员小时候训练一样，对吧？所以这些斯巴达克斯的战士为什么厉害？到战场之上，你射我一箭，戳我一下，砍我一刀，我自岿然不动，因为 as usual。 哎，我们中文是不是叫做曾经沧海？一个人的话对待逆境的这么一种忍受能力特别特别的重要了，你就时刻记得，对吧？如果说天将降大任于你们，是不是也必须要让你们首先遭受一些挫折？凡事太顺不是个好事，比如说英语学习，是不是感觉到碰到一卡车的难题？学英语的时候终于感觉到考试上面涂卡的时候二 B 的不只是铅笔，对吧？这不就是的话学习过程当中的小挫折吗？哪有那么大不了的呀，这不就是个熟练工种，把那一个临界点给熬过去了，这可能的话感受会更好一些了。接着往下看， They fear it could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他们担心这将拥有一个不利的影响，至于全球的经济市场、金融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知道一个替换了，我们以前总是说 bad influence， 现在是不是可以改写成为 adverse effect？ Mina's campaign has received a good deal of adverse publicity， 负面的报道。好了，竞选活动招来很多的负面的报道。The expedition was abandoned because of adverse weather conditions。这一个探险远足被放弃，因为不利的负面的天气状况，我们就引申成为恶劣的天气状况嘛，糟糕的天气状况。这个关键词熟悉了吧？我们再来推演词根，刚刚说了 verse 转动。第一个词条 versatile， 一个人转来转去，左右逢源，用来形容人多才多艺，对吧？用来形容一个东西 polyfunctional multifunctional， 用途广泛，多功能的，转来转去都适用吗？第二个，不停转动惹人关注的广告，词源字典当中广告旁边配备的这种插图，理发店门口24小时不同转动的那种灯箱，一个路人往旁边走过，是不是眼睛会情不自禁的被这样一些不停转动的东西所吸引？这就变成了广告。它的名词形式读音发生变化 advertisement， 动词 advertise， 名词 advertisement。 所以通过字面的含义，广告要想做到洗脑的效果，两大前提，第一简单，第二高频重复，这样才能够让人印象深刻。洗脑歌是不是这样？旋律简单，高频重复。聪明如你们，背单词怎么样洗脑？第一，简化单词的符号，使之变简单；第二，高频重复。我再次提示一下看哈，背单词是个体力活，你单词没背过十几二十遍，别跟我说背过单词，也不要问我老师，我单词背了两遍三遍，为什么还记不住？如果你背两三遍都能记住，天赋异禀，才气侧漏，对吧？大部分的同学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我说了呀，好多同学单词背不下来就是一个字，懒，对吧？天天跑去询问我该买什么词汇书，我该怎么样做复习计划表，我该怎么样学单词。你有那个闲心问问题，回去多刷几轮不就行了？就一个字，懒，对吧？什么时候把自己的懒癌给治好了，万物皆可破，真的是万物皆可破了。接着往下 convert， 大家一起来转，你使转变改造。 controvert， contra 表示相反， vert 表示转，对吧？两个人的观点相反而转，反驳争论，引起反驳和争论的中文叫做有争议的 controversial。Divert， 转离转开，车辆的改道，东西的转移，电话的转接，夫妻两人转离叫做离婚。 Anniversary， 标记一下 ANN， ANN 做词根表示年，一年转一次的日子被称为周年纪念，一年转一次，所以同根词 annual， 一年一度的，每年一次的。 Conversation，大家一起来转换说话，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轮流着说话，就变成了交谈。 diversify， 使之变得 diverse， 使多样化，名词 diversity， 形容词 diverse， 你的存在丰富了物种的多样性。高级损人的话语吗？ R1 表示往回， verse 表示转，往回转，颠倒逆转。Uni 做数量表示一，世间万物转于一处，这个地方变成了最为广袤的存在，叫做宇宙，知识的宇宙就被称作大学。谁会发现的话，在西方教育体系当中 University 一般是指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对吧？这是一大组和转动相关的词，到时候截一个屏，慢慢的把所有这些词腾到你们自己的讲义旁边。讲义的话主词条几乎都跟同学们写了，
所以上课的时候经常随堂补充一些相关的词。我说了，因为只跟同学们讲高频和中频，那500个单词如果只讲那些，是不是数量太少？所以随着那些主词条适当的做一下拓展，力求多刷一些词哈。接下来学习的下一个词条 finite， 注意一下看双元音哈 ，finite， 别念成 finite 了 ，finite， 有限的、限定的，所以加上否定前缀 in，infinite， 无限的、极大的。大家看一看这个产品的 logo 熟不熟悉啊？日产的高端的汽车品牌英菲尼迪，就是被很多人错误认成了奇瑞的那个 logo， 无尽无限嘛。打游戏的时候是不是也必出的一个暴击装，无尽战刃呢？ Most people tend to have finite source of energy， 大多数人的能量来源往往是有限的，而这层含义上是不是可以替换成为 limited？ 认一下看这个单词的构词，来自于 fin 这个词根，两层含义，第一层表示结束，第二层表示范围。先看看表示结束 final，形容词叫做最终的，名词叫做决赛嘛，谓之为结束的比赛叫做决赛了 ，semi-final 半决赛。做动词 finish 叫做终结结束。下一个单词听力题当中考过 finale， 听单词的读音是不是就长得不像英语、意大利语哈？演出时候的中场、最后一幕、音乐的终曲、事件的结尾，概言之。中场、中曲、结尾是不是都表示结束？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曲，难忘今宵算吧，对吧？下一个 finance， 任何经济活动的结束，财政金融，为什么提供资金嘛？第二层含义就是我们讲主词条所使用到的构词了，有范围的，所以中文叫做有限的、限定的了，所以 infinite 没有范围的。使之具有一个范围，第一表示使动，中文叫做确定和界定。引申意思，确定界定一个单词含义的范围，大家背得熟的叫做下定义，实际上是引申义了哈。使之具有一个范围，所以形容词 definite 清楚的、明确的、被确定了的嘛，被界定了的嘛。反义词 indefinite 无限期的、不明确的。副词 definitely 确切的、肯定的。下一个词条 confine， 大家一起在一个范围里，谁都不许出去，局限于、监禁。 infinite 无限，最后一个词 A 加辅音双写，一再加强，一再进入彼此的范围，关系亲密、关系友好，喜好、喜爱，两人之间互相滋生了亲切感嘛， affinity。下一个词条 fiscal， 财政的、国库的，来自于拉丁语 fiscus， 钱篓、钱箱嘛。词源上面相当于这种篮子 basket， 所以有一个比较难的六级词汇，正好跟 fiscus 同源 confiscate。大家一起让你把钱放在钱篓和钱箱里，充公、没收。你的钱不是你的，是国家的嘛，把钱拿出来丢到箱子里。Confiscate， 好难呢，对吧 ？A fiscal crisis， 财政危机，马上想到了 financial， 是不是也叫做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看真题当中怎么用它的哈。The gap between projected outgoings and income for the current fiscal year has leapt to a horrible 26 billion。两者之间的差距 ，gap 是主语。Has leapt to， 跳升至 ，leapt 的原型形式就是叫做跳跃哈 ，leap。令人害怕的$260亿，这是主干。差距激增至$260亿，什么的差距呢 ？Between projected outgoings and income， 预计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距。什么时候的 ？For the current fiscal year， 这一个财年，财政年度，财政年度简称就叫做财年嘛。好了，几个例句当中的小单词，大家留心一下看。第一个 projected， 预测的、预计的，
熟词僻义了哈。好多同学只背过 project 表示工程项目，充其量背过动词往前扔叫做投射，但就是没记住表示预测预计 project。 扔出去我自己的看法，对吧？ outgoing 结尾的 s 画个圈圈，不加 s 你们平常背的熟的是形容词吗？对吧？加了 s 之后变成名词，支出，所有走出去的钱吗？收入。下一个单词 financial， 财务、财政、金融的。可能马上有同学会问，老师啊，这两个单词都可以表示财政，有什么区别？马上来做一个解释。学经济类专业的同学应该很熟了，给其他专业的同学简单做一个介绍。Fiscal is used to describe something that relates to government money or public money。 关键词看懂了吧？第一个词 fiscal 被用来描述与政府资金或者是公共资金有关联的东西，特别是跟税收有关的。与之相对 financial 呢， means 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 只是表明和钱有关的。一个是公家的钱，政府资金、公共资金、税收相关，剩下一个但凡和钱有关的都可以叫做 financial。 所以 fiscal 重点强调财政方面的宏观概念，与国家的经济、税务、债务相关，较为抽象。常见的搭配 fiscal appropriation 财政拨款， fiscal compensation 财政补贴， fiscal credit 财政信用。而 financial 更加的具象，可以不用指国家层面，可以用来指公司或企业层面的金融性事务，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ssets 金融资产。宏观 fiscal， 懂了吧？更加的具象 financial， 就是两个单词之间的一点点差别哈。好了，下一个词 inertia， inertia 缺乏活力、惰性，引申含义叫做惯性，物理概念了。把结尾的尾缀 IA 表示状态把它给去掉哈。那顺口说一下， GRE 才会讲这个特殊的尾缀，第一层表示状态，第二层表示疾病，对吧？大家熟悉的乌托邦不就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状态吗？加上了 IA utopia， 所以处于惰性的状态就被称作惰性。后来17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先生把这个单词抠了出来，用来指物理学上的力的惯性哈。看一下构词 inert， in 表示否定， ert 表示灵巧和技术，实际上就是 art 这个单词的音变，技术吗？ artisan 工匠，有技术的人吗？字面上面的含义，没有技术，懒惰的，后来用于指化学气体，惰性的嘛。看一下真题例句， inertia is the resistance of objects to efforts to change their state of motion， 取到的是它物理学的意思了。惯性是物体努力改变其运动状态的一种阻力， is the resistance of objects， 物体的一种阻力， to efforts to change their state of motion，改变其运动状态。下一个词汇 pronoun， pronoun 简单，当中画一笔就行，往前变长， pro 表示往前向前， long 表示长嘛，所以中文自然翻成了延长，延长寿命 pronoun one's life， 延长痛苦，有指拖延告诉某人他很想知道的事情，憋得心里难受，知道怎么憋死？强迫症吗？哼，你以为我会告诉你答案吗？好冷啊，对吧？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极度痛苦这个词了哈。爱过你 agony， 谐音技术就好。来看看真题， clinging to racism pronouns inequity and discrimination， 句子很短但好多生词啊。 cling to， 紧紧的抓在上面，坚持， racism
种族主义将会延长 inequity， equity 表示平等， inequity 表示不平等， discrimination 歧视。我们之前讲 bias、 prejudice、 stereotype 成见偏见，这个单词叫歧视，别被混了哈。把犯了罪的人分开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歧视。 dis 分开否定， criminal 表示罪犯，来自于 crime 嘛。整个句子坚持种族主义将会延长不平等和歧视，延长 extend 算是一个近义成分了。好了， skeptical 两种拼写， ske 和 sce 都可接受哈。 skeptical 读音也不变，怀疑的，持怀疑态度的。常常构成的介词 be skeptical about something， be skeptical of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持有怀疑的态度。 Why is the author skeptical of the data revolution？ 为什么作者对于数据革命持有怀疑的态度呢？ OK， revolution 是来自于 revolve， volve 也表示转动，反复不停的转，所以中文叫做旋转。条约，我闭着眼，对吧？所以社会上面一直处于不断转动的这种风波状态，就引申成为的话，我们讲的是革命的意思了哈。态度题当中是不是倒是经常可以看到 skeptical 怀疑的出现在选项当中，对吧？谈到怀疑，在四级课上跟学生讲了，一个是 suspect， 一个是 doubt。毁三观的一点，这两个怀疑竟然是反义词。 suspect 的表示怀疑，疑为真， doubt 的表示怀疑，疑为假哈，对吧？所以这样一些看上去中文一样的词，很多情况下内涵义彻底不同，所以革命关键时刻不靠谱的中文会害死你们的哈，对吧？此怀疑非彼怀疑了。来看看单词的词性改变， skeptic把结尾的 al 给去掉，就是指一类人，持怀疑态度的人， skeptic 加上 ism， 中文叫做怀疑主义，怀疑的态度，在哲学当中特别有名的一支流派了。大家觉得人的感性靠谱不？肉眼所见一定为真？耳朵所听一定为实吗？人的理性推理完美不？不然也不会存在那么多的悖论了，对不对？刘畅说，我说的这句话是假话，问他说的这句话是假话还是真话。你若觉得他说的是真话，他说他自己说的话是假话，自身是一句真话，那他真的说的就是句假话。你若觉得他说的是假话，他已经坦诚自己说的话是假话，那他说的自然就是句真话。你说他真呢，他又不真，你说他不真呢，他又真。所以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些观念概念。既然人的感性不靠谱，理性推导也有瑕疵，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所摄入和接触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是 open to doubt， 值得怀疑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哈，至少老师我还是特别特别向往这样一种怀疑主义者的方式的。哲学上对客观世界是否存在，客观真理能否被人们认识，表示怀疑的学说和体系。这不就应和了咱们现在科研方法论当中特别重要的解构主义的思想吗？建构的是体系，解构的是传统。有没有发现后人做科研是不是就是用来解构我们现在所做出的科研体系作为前提和基础了？希腊文该词的原意是指反思、犹疑和怀疑，所以批判性思维、创意性思考在西方高教育当中被认为最为重要的培养的对象，对吧？一直面对彼此冲突的陈述的一种怀疑或犹豫不决的状态。所以最著名的怀疑主义的一些大师已经跟同学们粘出来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百度一下我们讲怀疑主义这个词条。 OK slash 小时候还记不记得特别好玩的一个游戏叫做 Fruit Ninja 水果忍者，每出来一个 slash slash double slash， 对吧？劈砍划，砍了一大半就引申成为大幅削减，懂了吧？
所以劈一刀的过程是不是正好是一个标点？我们指这种斜杠，劈了一下就有了划痕和伤口，所以所有的含义是不是都是基于一个含义？我砍死你，我劈死你，劈劈劈劈劈，对吧？从构词的角度出发，这种单音节的单词最可怕。钟硕跟你们讲了四类构词：原生词、辅音表意、词根词缀和外来词，对吧？你们最不熟的就是这一组辅音表意的，来自于辅音从 SL， 砍劈分开。看一下哈，剁东西的板子叫做厚板 ，slab， 劈叉 ，slip， 滑倒溜走 ，slat， 细长的板条，劈下来砍下来的嘛 ，slit， 切开裁开 ，slot， 狭孔狭缝。我们指电脑当中那种插缝是不是就叫做 slot 了，都是来自于辅音从 sl。 看看在考试过程当中，绝对部分考核的都是它的引申义，大幅削减嘛 slash costs， 大幅削减成本 slash prices， 降价 slash fares， 削减车费 slash workforce， 大幅削减劳动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裁员嘛。The U.S. government is slashing more jobs from its payrolls. 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更多的工作从它的 payroll 当中。发薪员工表，我给你钱叫做 pay 的这么一些 role 当中，发薪的员工表当中削减更多的岗位。好了，下一个 suicide， 做名词表示自杀，自杀的人。拆分，拉丁语当中 sui 表示自己，等同于英语当中的 self， cid 做词根表示 cut， 用来 cut 的东西翻成切割，用来 cut 人就翻译成为杀了，所以杀自己，自杀。构成的固定搭配动宾短语 attempt suicide， 尝试自杀，企图自杀嘛。 commit suicide， 犯了自杀的这种罪。我想要自杀 ，I wanna commit suicide。OK， 不要忘记哈，前面必须要加上这个动词才能构成动宾。在宗教当中，认为人是无权剥夺自己的生命的，你的生命又不是你的，你哪有权利剥夺嘞？所以自杀就被当成了一种罪了。所以 commit 做动词，犯错犯罪，就由此构成了这个搭配。Political suicide， economic suicide， 政治上自杀，经济上自杀。这是使用到了修辞含义了，自毁前程，断送政治前程，对吧？断送经济发展之举，无异于自杀嘛。Suicide attack， 自杀式攻击。Suicide mission， 自杀任务。Suicide bombing， 自杀性爆炸，绑人体炸弹那一种嘛。看一下真题里面出现的句子。Teenagers at risk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e often wear their troubles like a neon sign. 主语，十来岁的年轻人的四级词，多啰嗦一句，如果以前没背熟的话，专指13到19岁的人。用英语从11数到20试试。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以 teen 来结尾的年纪的人 teenager 专指13到19，所以屏幕前的你们好多都不能管自己叫做 teenager 了哈，对吧？十来岁的年轻人，后置定语，有什么风险呢？ depression 抑郁， anxiety 焦虑，suicide 自杀，郁郁寡欢的这么一群年轻人吗？经常在链上带着他们的麻烦，就像一个霓虹灯的标志一样。修辞看得懂吗？霓虹灯特别的显眼，所以他们面容上面就能够体现出来他们自己的心理活动嘛。在出现问题时，通常会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像霓虹灯一样。这个句子要好好体会。来看看刚刚讲的词根 CID， 做笔记了哈。 To cut， 杀妈妈，杀爸爸，
杀国王，杀草，杀虫子，提前切好，尺寸精准，大家一起来切，简洁。切东西的东西叫做剪刀，很形象了吧？有没有不认识的词？拉丁语当中母亲叫做 mater， 口语的昵称叫做妈妈，你们熟悉的什么妈妈咪呀？拉丁语当中和它相对 pater 表示父亲，口语的昵称叫做 papa， 一个特别著名的面包店 papa roti 就是爸爸做的面包嘛，对吧？现在会知道爸爸妈妈，我之前说不是中文的本语词，应该相信了吧？所以杀妈妈 matricide， 哎，学过线性代数吗？这个单词就是来自于这个词根嘛 matrix， 中文依旧叫做母体，引申含义叫做矩阵。矩阵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一个母体，一串数字在其中规则排列所形成？在好多年前一个著名的科幻片《黑客帝国》不就叫做 matrix 吗？对吧？电影当中描述被计算机所钳制了一个世界，整个计算机的虚拟世界是被零一二进制构成了一个虚拟矩阵，对吧？当时台湾版本上映的时候翻成矩阵，咱们大陆就翻成了黑客帝国，可能担心翻成矩阵好多读者看不懂含义，盗版碟片上面就翻成子宫。好莱坞著名影星基诺里维斯将会倾情出演巨制大片子宫，拿着碟片看了半天，他能在里面演些什么呢？对吧？杀妈妈，弑母。 Patricide 就叫做弑父，这个简单了哈，对吧？所以你买我东西你就是我爸，大家是不是背过 patron， 主顾顾客赞助那个词，对吧？把国家当成父亲一般来热爱，是不是叫做 patriot， 爱国者，都是来自于爸爸这个词根。 Regicide 表示杀国王，弑君， Reg 就表示王。喏，一个王所管辖的一块领地是不是变成了他所负责的 region， 地区和区域。他的形容词叫做 regal， 中文就翻成王的，帝王的。这是别克汽车特别著名的一款车，君威嘛。那考研当中还有一个词叫做 regime 嘛，中文叫做王权、政权、政权、王的权利。杀国王看懂了。Herb 是叫做草本，所以杀草。六级翻译不是考过吗？道教和佛教的那篇翻译题，到山中砍柴采药，还记不记得采药怎么翻的？官方答案翻得好好啊， Gather herbs in the mountain， 在山中去搜集 herbs 草本。你不可能龌龊的翻成 collect medicine 吧，对不对？所以中文当中的药是不是指的是草药？在夏天的时候，好多女生用的化妆品上面是不是都会写着 herbal essence， 草本精华，纯天然无添加嘛。 pesticide， pest 表示害虫，一个害虫拍死它，杀虫剂。 precise， 提前切好，预制的嘛，尺寸精准。 concise， 简洁。 scissor， 剪刀，用来 cut 东西的东西，因为剪刀跟裤子一样，通常两半是不是才能构成一对，所以这个单词几乎结尾都会加 s 的。下一个词条 texture， 质地、质感、手感。先看一看词根吧，编织出来的物体上面就有了质地和手感，编织出来的文字、文本、正文、课本，所以电脑当中的文本文件叫做 txt， 就是这个单词的缩写。很多文本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上下文，引申含义上下文就构成了一个场合和环境。我们平常说上下文叫做语境嘛，就是环境的意思了。 textile， 编织出来的东西，纺织品。最后一个，提前编好的文本，借口、托词。同学们呢，上次我迟到，情有可原，准时来到了直播间，正准备的话进入直播室，突然天空飘下来两个外星人把我给接走了。是不是一听就知道是借口和托词？
提前编好的文本 pre-text， 所以返回来所有一些纺织品和织物摸起来的手感和质感就被称作 texture， smooth texture， 光滑的手感。当你摸丝绸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 silky texture， 丝滑的手感。 rough， 粗糙的手感。在咱们听力题当中怎么写的？ It adds texture and thickness to the soup， 它增加了质地和质感以及厚度在这个汤里面。这个喜欢吃东西的饕客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出来这两个单词的引申意吧。这个汤质地增加了，那是不是就是指口里面的手感，所以就翻成口感吗？那个 thickness 厚，汤的厚度是不是转译成为汤的浓度，所以整个短句增加了汤的口感和浓度。